客大家好啊，欢迎光临加热水风景区。我们到瀑布那边来回是4.5公里，我们坐游园车来回是30分钟。请各位可以欣赏这边的风景、海岸风光，还有这边的石头啊，奇形怪状啊，奇岩怪石。等下也会做简单的介绍。介绍的时候是车子有停下来，人也没有下车。介绍的时候是三分相向啊，七分放想象。你心里面想什么，这个石头就像什么了哈、啊。好，介绍的是犀牛，来在3点钟的方位哦，距离40公尺的地方。上面一只脚尖尖的哦，前面还有一只脚哦，哈、啊，各位旅客你注意看，还有一只眼睛哦，哦、啊，这是犀牛啊，犀牛，啊。